朋友，佢系瞓中午时候系原本喺九楼嗰度玩嘅，之后后面佢呢个妈咪咧叫佢翻去食饭，咁可能小朋友就唔想翻落去，就唔肯出电梯，系拖入电梯嘅，然之后男仔唔俾出去啊嘛，就咁样同佢妈咪收咗交，然之后就后面嗰度就打咗起身啦，打咗真系有啲过分嘅，全打直车。